この番組にはスポンサーがございません。大家好，欢迎翻到嚟做乜鸠楼主啊！先讲翻赛前花生啦，记唔记得我哋早两次咧讲过有间公司咧有意收购 MotoGP 啊？终于喺4月1号咧 ，Liberty Media 证实了这消息啊！2016年收购咗 F1 嘅 Liberty Media 咧，终于喺2024年收购埋 MotoGP 啦，可以话系将两个最高级别嘅赛车赛事收入囊中啊！买咗 86% 股份，咁啊仲有 14% 咧继续由 Dorna 持有嘅。咁唔知第日 Netflix 会唔会有 Right to Survive 睇咧 ？Yamaha 咧有1200万欧罗嘅年薪同 Wallow續約兩年啊，咁啊同939咧舊陣喺康打份量咧，只係差400万啫。1200万年薪 ，Aprilia 揾我，加隻 Richard Mille。OK， 咁一個係八屆冠軍，一個係一屆冠軍啫喎，亦都同上年世界冠軍 Banner 咧差2倍啊 ，Banner 得600万嘅啫。睇嚟 Aprilia 嘅超能力啊爭少少啊，搶唔到 Wallow 過去。至於寶馬電單車部門嘅新老闆，近排就放風話2027年想加 MotoGP 喎，因為咧2027年 MotoGP 咧會進行一個大改制，咁將所有排放量咧降到850cc， 而且咧空力套件咧亦都會迎嚟一個全新嘅改革。暫時咧未知會多啲空力套件啦，定係再少啲嘅。介紹翻今站呢條賽道啊 ，Circuit of the America 咧係全長5.51公里，算係一條比較長嘅賽道，由11隻左彎、9隻右彎嘅組成。喺2013年加入 MotoGP， 93喺呢個場一攞7次 champ， 年仔係2次，仲有一次咧係2020年肺炎咧就冇賽道啊。起步排位 pole 咧分別係 Aprilia 嘅 Maverick Vinales， 已破咗 all time record 2分08.64，排頭位起步。第二位就是新人王 Pedro Acosta， 第三是93，第四是1号的 Banner， 第五就是他的队友 Bastianini， 第六暂时是 Championship 排第一的 Jorge Martin， 三排分别是大衣、Digia 和 Morbidelli， 之后那些大家自己看啦。一起步 Acosta 未到 T1 在大直路的时候已经抢到头位了， T1 入弯的顺序分别是 Acosta、Bastianini 和93，第一就弯差点出事， Jorge Martin 涉了 Banner， 搞到 Banner 射出去差点炒埋落 Vinales 度，他又拍拍啰柚走，仲喺出彎爭啲隊到93喎。至於 Vinales 咧喺避完 Banner 之後咧，差啲隊咗落自己嘅隊友大衣度。咁暫時排位順序分別係 Acosta 啦、Banner、Jorge Martin、Jack Miller 93。鋪位嘅 Vinales 咧暫時係排第11嘅。冇幾耐之後咧 ，Portal 同埋 Sacco 咧就一齊射咗出去喎，即刻跌咗落第20同21名啦。第二圈頭車戰況非常激烈啊 ，Jorge Martin 差啲就爬到 Acosta 頭啦。93同 Miller 發生咗小碰碰車之後，大直路咧93就放龜甩咗只翼啦 ，Mila 咧都跌翻落第五啊！暫時三四車就係 Banner 同埋93，見到 Jorge Martin 非常激進啊，好似冇諗住養胎，搏曬命咁想爬 Acosta 頭。睇嚟呢個新人王都對 MotoGP 世界掀起好大風浪。嚟到第四圈 ，Jorge Martin 過 Acosta， 93過 Banner， 冇幾耐咧，93就偷埋雞 ，Acosta 跌埋第四添。鋪位起步 Vinales 暫時排第七啦，而佢前面咧仲有 Jack Miller 同埋 Bastianini。嚟到第五圈。Jorge Martin 啊，甩低93差啲，咁 Banner 同 Acosta 啊顺势上翻嚟第二三位啦，可以话终于有人治到93啦。不过讲真啦，大家睇翻其实真系几危险啊，你都体现到其实 Jorge Martin 系非常霸道，排第四嘅93同埋头车差0.8秒，去到第七圈 ，Banner 咧就让咗个第二位俾 Acosta， 仲让埋第三位俾93添 ，Sacco 啊退赛啦，咁啊之后再出黄旗啦，咁啊喺度估边个啦，不出意外咧就系中上啦，之后呢中上炒完又到大师兄 Morbidelli 啊，双双退赛啊。去到第八圈嘅冲线位，第一嘅 Jorge Martin 同第二 Acosta 差0.8秒 ，Vinales 同埋 Banner 争紧位嘅同时咧 ，Joao Mir 出咗去食草啊，即系话咧四架入面有两架 Honda 一半啊都收咗皮。至于头三嘅车黐翻埋一齐啦。第十圈 Acosta 重上头位，揸住 GP23 嘅93同埋 GP24 嘅 Jorge Martin 啊喺大直路叮当码头啊，最尾93嘅 Lay Break 上咗第二。再爬埋 Acosta 上埋头位添，而佢细佬冇咁好彩啦，俾咗支黄旗出去食草，可能两兄弟心有灵犀啊。93啊过咗唔够10秒啊，自己捞晒收埋皮啊，仲话咩美国王喎？嚟到第十二圈，连仔炒埋，今铺真系太公分猪肉啦，得翻15个人赛紧，咁啊完到赛有分啦。Vinales 咧上埋嚟第二啊，唔知佢以 all time record 圈速咁样捧杯啊，佢哋都逐渐同 Jorge Martin 拉开距离，差0.8秒。
去到第13圈 ，Vinales 仲上埋头位添，亦都同 Acosta 嘅距离越拉越开啦，睇嚟只会越跑越远啊！后面第二之争咧，睇嚟都系 Acosta 同埋 Jorge Martin。去到第15圈 ，Vinales 已经刷新咗 Best Race Lap 啦，以2:25.75同第二嘅 Acosta 已经拉开到成5秒嘅距离啦，后面净系可以执升啊！杜卡提厂队嘅 Bastianini 同埋 Bernal 暂时排第4、5。至于起步嗰位几靓嘅 Jack Miller 跌到第12啊，咁啊好似咧佢咧都系由头位冇尾势啦呢几场，咁啊大家都开始拉开咗距离啦，咁啊冇上半场咁多埋身镜头睇啊。第4嘅 Bastianini 已经追到 Jorge Martin 身后啦，唔知有冇机会坐凳仔。去到尾二圈 ，Bastianini 咧终于爬咗 Jorge Martin 头上第3，咁啊唔知系咪 Jorge Martin 冇胎啊 ？Bastianini 咧好似好易就爬咗去头咁，可以话系睇住嚟食啊。前面嘅 Vinales 已经抛到二车阿 Costa 秒半，终于帮 Aprilia 争翻口气啊，成为咗 MotoGP 时代第一个用三间唔同厂车都赢过分站冠军嘅车手。咁啊成绩嘅出炉啦 ，Vinales 咧以两个破纪录排第一啦，阿 Costa 排第二，已经系今季第二次啦。留意翻，今季只系坐咗3场啫。至于第3系 Bastianini， 上季好似冇乜成绩睇嘅佢，今季终于有啦，排第4嘅 Jorge Martin， 第5系 Bernal， 第6咧就系 Dija。车手积分榜方面。Jorge Martin 攞住80分排榜首啦 ，Bastianini 就59分排第二，第3嘅 Vinales 争3分 ，Acosta 咧再差2分排第4。上届冠军 Bernal 就以50分排第5啊，咁啊强烈建议大家上网睇翻成场比赛啊，今场都算系几精彩。嚟到赛后访问嘅部分 ，Bastianini 又表示今日我真系好开心，这个周末我都好惨，喺呢度真系好靓啊，开赛好劲，不过之后跌咗几个名次出去，但系我之后咧都可以同主车群收窄距离，我对于有凳仔坐好开心啊！阿 Costa 表示点都好啦，结果真系好好，同寻日比今日好好。我都知道用中胎有啲牙烟啊，但系好似我讲咁啦，我哋都冇嘢可以输啦，开心仔。Vinales 就表示多谢大家，我都 feel 到大家后面系咁推我噶啦，同埋都感受到好多 fans 喺度支持我啊。美国站真系好特别，我唔知讲咩好啦，我真系好开心，多谢美国，多谢。下站系两星期后嘅西班牙站，正赛咧系星期日晚夜晚8:00啊，咁所以下星期系冇 GP 嘅。挂住我哋嘅你，即刻上我哋 channel 睇翻大大家系列，出咗一条 MT07 片啊。咁喺嗰条片入边嘅声效问题咧，已经有观众同我哋反映咗啦。小芬就话佢下次会自费买翻支麦，咁啊中意我哋。片嘅你记得 like share 同埋 subscribe， 揿埋个钟仔，咁我哋有片出就即刻第一时间会知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